我刚才就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那个，你想体验一下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你还有小狼小香，我们四个组一个局，然后赢的那一个就是第一名，可以就是来玩你问我答，就是你问，比如你赢了，你问我们三，我们抢答，怎么样？我都行，都行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么玩个，就是玩个刺激的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进来哦。会的吗？会的吗？感觉，嗯。他真，你是真会玩呀、啊？对，我笑是真效果，真效果。小象好像是在 PK 吗？你们看一下。我不知道哟。嗯、小狼，嗨。嗯，你问过他了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就是你们知道有个这还你们俩是知道有个这个游戏环节的，你能同意这种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我都没他说跟他不是我都没听懂、嗯、什么快问快答嘛？这就是快问快答，这个没有什么。小狼，为什么这么抗拒？是谁跟谁快问快答呀？是第一名。对呀、啊，就是第一名啊！对，你们跟小香说一下，我们马上不是第一名问谁啊？就是问。就是比如第一名问其他三个，那万一我不是第一名呢？那就问我，那你们就问我呗。对，就是第一名可以问，就不管谁是第一名，不是说有规定谁是第一，就是第一名，比如他提个问题，然后三个人抢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当第二。不错，咱就是说别管那个。谁第一？我们就是玩的就是个快问快答。小狼，你不要紧张。我发现小狼为什么这么紧张啊？玩这个为什么会紧张？因为我，你很害怕就是问问题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没事。丘比特不在的话，那好吧，来吧，那行。你不要慌，没有，它就是一个游戏环节，不要慌。第二上也不行，第二可以啊，第二你就不用回答呀。嗯，就是随便问，对，不要，对，就是回答就可以了。嗯，小象结束了，你们给我，好，他结束了吗？好，看一下。嗯，哎，我这边没有显示，哎，没有显示小象呢。你们小蓝，你看，小太阳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，我这边为什么没显示？小蓝看吧，小蓝看吧。啊，小蓝看一下。我搜一下，我这边也还没有。那他就是还没有结束嘛，还没有结束。嗯。2000 years later。Hello， 小香又好了。好，嗯，行吧。好，那要小香。那他。但是我觉得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有一点不是不太好，是可能没有人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去深蹲五个。哦，也是，那可能是城堡不够大。对，不然我们最后讲。等很久了吗？可以。没有，就是。我觉得也可以，那我们就是争第一还是怎么说？你们觉得这个游戏怎么玩？嗯，我们玩一个找东西，你们玩过吗？找东西没玩过呀。我会玩，就跟这个差不多的道理。如果想玩真心话的话，那咱们这样子吧，我们玩一个这样子，玩一个这种找东西，然后就是只有第一名，不用回答是吧？对，不，只有第一名赢。就比如说我第一个赢哈，我说找一个粉色的东西，然后你们三个就要找出来，然后谁最慢谁就回答一个真心话。哦，一共三轮，一共找三次，谁最慢的那一个就有一个真心话，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。他在酒店，那我们说的东西都简单一点，不要太难了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各位，可以嗯，对，好，可以说颜色，像他都有嘛，都有颜色啊什么的都。对对，就比如说我说找个黑色的东西，找个绿色的东西，这样子就行了。我把超市搬过来。可以。好，我们就只有第一名哈，只有第一名。好，嗯 ，OK， 好，行吧，行。嗯，我们浅浅玩一下。好。嗯。
那这是从今点开始。我来点开始吧。嗯、好 ，OK。好，待会儿见啊。待会儿见，待会儿见，待会儿见。好。嗯。有点到了。站起来吧，最后一个要、嗯、要回答这个电话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小狼准备好了没有？香香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把门打开。哎呀，很紧张呀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找一支牙刷，一把牙刷。对。嗯。哦，小香第一。啊！你这拿的是啥呀，小 C？牙刷，那小狼待会儿要回答一个真心话。对，一次性。我你最后啊，你最后，我以为我已经很快了。对你最后，小香真好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拿一个枕头。OK， 小 C， 小 C 不用，小 C 回来了，小 C。啊，我的蓝魔！哎呀，裤衩都被甩飞了。哎呀，行，好，然后再一个，他们说我卡了，我卡了吗？你没卡，你没卡。他们都说我卡了。手机。笑死！哎呀，这谁到底是谁啊？小狼 ，OK OK， 小狼，行，那就是卡了吗？没卡，就是小狼一两个真心话，然后小 C 一个，对不对？小香太快了，小香的手续。那我是快一点，小香好快，对，小香很快，小香、嗯。行，那就是小狼和小 C。小狼反应迟钝，没有反应迟钝吧？都已经很照顾你了，小狼，我都跟你说枕头了。啊，弄枕头那把我不是。哦，行，手机都在你们面前啊。然后那这样吧，那行，那你俩互相问一个，然后我再问小狼一个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好。那小狼你先问吧。他们都说我卡，但你在我们这儿看不卡，但我们看不卡。他们说他们完全看不见，那你退一下，能看见就好了。那要不你退一下再拉你？我退一下，马上再拉你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把那个，我们看着不卡，但是，我一找东西，我感觉我这心跳加速了都快。是有点紧张啊，没事，我用左脚走的，右脚。主要是因为说问真心话，我感觉我想把超市搬过来。什么？就是说问真心话。你害怕真心话呀？我还是很害怕。你怕？你最怕被问什么呀？等一下，那我问你吧，你最怕被问什么？最怕被问是，去成都还是北京？去成都还是北京是啥意思啊？这个不算我问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待会人家再问你。好了，没有，这个是算我们私下聊天啊。私下聊天。我直播间掉到76个人了，我真压根就没看见你，小狼。你退出去，退出去，我们再拉你。我刚以为你退出去了。哎，好了，他们说不卡了。但我们看不到你人了耶。你们看不到我人？看不到。我重新进一下，这样的。对，你得重新进一下。我一直以为小狼是退出去了。对，没吃饭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现在可以了。嗯。那小梁，你问吧。你先问我。你先问吧。
我怕我问完你之后，你就开始问我那种让我想死的问题。我不是这种人，放心吧。啊、我问你的问题我已经想好了，放心吧，我不会那个。啊，那叫北京成都选，这什么梗啊？啊？他们说什么？问你不用管他们，你不用管他们，问你自己。不用管他们，你问你的。嗯嗯嗯，那就想想，嗯，就是。如果你谈了一个对象，然后他，就是你们谈了已经，很多年了，而且他对你一直非常的无微不至，对你非常的好，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是做了一件让你很伤心的事情，那就比如说他当时那个火上来了。嗯，然后突然就是突然打了你一下，然后那你会怎么办？就别的都可以，但是打了我的话，我就是就走了。你就走了？对，我不会考虑太多，因为我别的都可以，但是打我这点就是我忍不了的。他们说我会上楼，但是我会要肯定要打回去的，我不会忍着就走了，你就走了。嗯，好，走的好。好，对，好，那我就是问小狼是吧？小狼的话，选一个你爱的，还是会选一个爱你的？我爱的还是爱我的，我选既爱我我又爱的。不行，真的是。没有那么圆满的事情了。好吧，没有那么圆满的事情。就是只能选一个爱你的，或者是你爱的。为什么我的感情就不能圆满一次呢？思考一下，爱我的还是我爱的？对。那我爱的人，他有爱别人，他有爱的人吗？不用考虑那些，就是对，就是同时选的话，对，就是这两者。我去死！我这个我真的选不出来，想起来就是这两个都会让我非常的痛苦，就是我如果我选择一个我爱的，我会觉得我心里非常有负罪感，如果我选择爱我的，他又不爱我，他不爱我，我会我爱的他不爱我，我会很痛苦，所以思索一下，如果非要选的话，那我就选爱我的。OK， 好，可以。对，确实这种很难抉择，找一个就是爱你的你也爱的，对，别在我这里吵架，你再在我这里吵架我真的会生气。不要在这里吵，你们爱你的都不爱的吵起来了。等一下啊，暂停一下，你们想吵架你们互关一下，你们私信吵，不要在我这里吵。OK， 杨哥不是还有一个吗？等着杨哥问。你最怕人家问你哪一类的问题？这个算问题吗？这算问题啊。最怕人家问我哪一类的问题？那怎么能告诉你呢？这妈呀，我这就问题，不好意思啊。哪一类的问题？那就不怕吧。那就是。跟感情有关。对，是吧？明白。好，明白了。行。我们都记住了。好。有缘再见。拜拜大家。沉淀着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